我再去，你把他干掉了，拿下！还有啊！你打的是不是那个能量战士的衣服的？能量战士。能打到。我楼上有一个，有雷，楼梯口有雷。隔壁二楼还有一个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右边，好嘞！我像是战地记者，你知道不？操，是真的猛呀！我操，跟我猛的一样。我他妈不是狗血！ 点猫！我要等一下狗狗，我们。完了！我这。补了一个，一条线的，明白？我感觉这个枪不对。就啪，就十个人了。了，我操，他妈没打，被毒死了呀。我们有点装逼了，跑过来打他们。